刚去外面吃饭，吃生日餐，全家一起去吃，所以回来有点晚。塔瓦格生日大餐，我大概就吃个500卡吧，根本没有吃什么。您的想法正等待被发掘。GoDaddy website 直播公告了，对，我比较少迟到。因为生日餐的关系，然后就要叫车回来，所以就有点 delay 到。谢谢柠檬送的小仓鼠车车。对，500卡小餐，我今天大概就吃这样子，再加一点零食。还有我昨天吃剩的。我昨天吃剩的菜，我的生菜们。哦，哎，最近蚊子真的很多哎，没打到。最近蚊子真的很多，我们家真的出现超多蚊子，超可怕的，我觉得超可怕的。开始变成对呀、啊，蚊子很可怕。我昨天半夜又在抓蚊子，抓我房间的蚊子，气死我了。因为我是一个很怕蚊子的人，其实很讨厌他们的声音。大家好，刚才在吃菜。山坡的照片很漂亮，谢谢。其实跟你们说，我那张照片其实是一两个月前拍的吧，拍很久，然后一直都忘没有发。吃午餐，就是下午茶。我的下午茶，天竺鼠一直吃蔬菜，哎，真的好巧，我很喜欢吃蔬菜，不然真的不知道怎么减肥，好巧合我胃口。我从小就很喜欢吃菜，没有，我刚刚去吃家人的生日餐，但是来听听看我吃了什么。前菜是鸭胸沙拉，但是它有加酱，所以有成功过？问号。你知道女人就是一年365天都在减肥吗？过年减肥成功了吗？过年减肥成功了吗？就是一样。真会有没有啦？我有吃那个生日餐鸭胸，就两片鸭胸，这是来吵架的吧？我也觉得。我就吃两片鸭胸，然后因为那个菜有加酱。然后我是一个很讨厌菜有加酱的人，我就觉得生菜加了沙拉酱就会毁掉生菜的味道，所以我很讨厌生菜加酱，所以我就把生菜都给我妈吃，我就吃那两片这样，她鸭胸超小片就这样，然后喝海鲜汤，我就把海鲜料吃掉，然后汤就给
家人吃。然后还有什么前菜什么没有，然后再吃菲力牛排，我就吃半菲力牛排这样子，八盎司我就吃一半这样。然后还有什么？再来是啊，前菜烤田螺，可是烤田螺上面都是那个香蒜烤田螺，我就把香蒜用掉，然后田螺拿起来，然后这样噔噔噔把油沥掉之后我就开始吃。然后还有什么？嗯，提拉米苏，我就吃它。提拉米苏是那种小块蛋糕，我就吃前面尖尖的那几口，就一半都不到，蛋糕一半都不到，就吃三分之一。然后再来什么？就奶茶，奶茶我就喝三分之一，还吃的真麻烦，因为我吃不下。我如果不好好分配的话，我会吃不完，就是还没吃到肉我就吃不下了。谢谢 Jenny 送的小仓鼠车车。去法式餐厅也没有，就去了一家很传，我觉得是一个很传统的排餐餐厅，就很传统。对，然后也没有算很贵，好像700多一个套餐，一个 set 就700多而已，就还好。我怎么突然？有的人就是很瘦的，还一天到晚。谁啊？我可能不认识这个人。Hello， 佑佑，吃饭了吗？吃了。谢谢博成送的枫叶，蛮便宜的，对，就是很普通。就是也不是说，就是很，而且是一家很还蛮传统，就好像开很久的，在松江南京那边，好像是，就好像开蛮久的，很传统的一间排餐店。他继续吃我的菜。谢谢樱花在雪中啊送的好多梦幻星座，梦幻星座。Hello 奶昔雪糕。可怕，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是认真的活在恐惧当中，因为我就发现我房间有蚊子，然后就不敢睡觉，然后就硬要找到它，我才敢睡觉。找不到啊，到底在哪？我这几天已经打了快4只蚊子了，这两天打了4只。去哪？不见了。谢阳公司的小仓鼠车车，最近体没有，可是他不会咬我，他不会咬我。我是一个不容易被蚊子咬的人，就不太会被蚊子咬的人。但是，你知道，可能蚊子都不太喜欢咬我。但是，就是房间有蚊子啊。他就是会在旁边嗡嗡嗡，可是他不会咬我，因为我每次他都会去咬我弟，我弟很容易被咬，可是我通常不会被蚊子咬。我就是很讨厌蚊子的存在而已。叮到醒过来，真的，我也觉得可能我最近都没有在吃什么，蚊子不太喜欢。
没有啦，我从小就不容易被蚊子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我从小就不容易被蚊子咬，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很酷。不吃菜，我吃草哦，可能我很爱吃菜，对，可能我很爱吃菜，所以蚊子不太喜欢咬我。我已经可以说，我这一年下来没有被蚊子咬过，其实可以这么讲。向阳刚送小浪花。哦，它飞超快的，它刚从这边咻过去，然后又不见了。养蜘蛛，看来我要去养蜘蛛了。天，蚊子快起来，我要生气了。你当我吃？它都去吃我吸我弟的血。错啊，因为不会，可是就是在我房间飞来飞去，我就会觉得很讨厌。虽然不会吸我的血，菜水果有哦，真的吗？很棒，我很喜欢吃菜跟水果，太棒了。家里出现蝴蝶还得了，我要哭了。不是更喜欢吃肉吗？没有，其实还是会在我耳边嗡嗡叫。对，我现在吃肉是因为我要补充蛋白质，这是天然的蛋白质。我现在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才吃肉，不然我已经不太喜欢吃肉了。因为就是水煮肉当然可以，蚊子跟蝴蝶你选的对，蚊子至少我还可以把它打死，蝴蝶我不行，蚴蝶我连接近都不行，蚊子我还可以叫赶快过来，我要打你。蝴蝶就是你最好不要过来，好恶心哦。喜欢吃什么水果？我喜欢吃草莓，芭乐。芭乐是因为减肥啦，所以很喜欢吃芭乐，软的芭乐。我喜欢吃软的芭乐，还有草莓，差不多这样。最不喜欢吃就那是那个啊，榴莲啊，榴莲、木瓜、杨桃。还有什么柳子啊？柳橙还好了，就榴莲、木瓜、杨桃，对，差不多。释迦、平常不会想吃。Hello， 艾萨克。不知道他在哪，但是我现在这位置有点难捉，因为他在钢琴底下。是的，我试试看钢琴底下的部分，我可能要先把它弄出来，等我一下哦。开始抓蚊子啊！可是这边有插头，我去那边看看。Oh my god！去哪了？
回来了各位，我不知道他飞去哪里，家里东西太多了，不好打文具。家里东西太多了，不太好打。要脆的，我喜欢吃软的，脆的我不行。现在像刚才送的 kiwi， 夏天都是，超可怕。抢到公园票啊！这次会来是吗？三月会来。Hello 船长，船长好久不见哎。谢谢了金奖送的掌声鼓励。Hello 黄鱼，好吃。Hello 鱼宁，我跟你们介绍，这超好吃的，小瓜呆脆皮酥，蜂蜜牛奶口味。它超好吃的，是草子的公益票，还我刚刚的掌声。竟然是吃啥？没有没有，我刚刚吃完那个，很好吃哎，真的很好吃，它是蜂蜜牛奶口味。光彩夺目，美艳动人，帅气逼人。现场观众掌声鼓励，去找找看有没有得买。它哪里都有，大卖场都有卖。证明小瓜呆，小瓜呆脆皮酥啊。真的很好吃，好喜欢，但是我一天只能吃两根。谢谢艾萨克送的紫图的守护灵。Hello 微如阿春，真的很好吃，没啦，吃一个礼拜就吃完了。那里面15根，我有数过，里面15根，一个热量26。谢谢云林上的枫叶，还有梦幻星座。记得微如送的玫瑰，还有看好你哦。没有，这真的超好吃，我已经吃掉一盒了。我已经吃掉一盒，它真的超好，我又再去买一盒。现在金奖送的 kiwi 居然有这么好吃，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牛奶口味的，其他的还好，我觉得它蜂蜜牛奶很好吃，像那种巧克力啊还是什么，要黑师傅的才好吃，但小瓜呆却蜂蜜牛奶很好吃。
巧克力不是很久了吗？真的很好吃。谢阳刚送的巧汤薯脆脆，哈喽综合喵喵。我跟你们介绍过我最喜欢吃的鸡蛋糕，我总感觉每次直播都在介绍鸡蛋糕。学校课表出来了吗？应该是吧，应该是顺利完的，希望。Yuki 要我跟我说加油，好的，我会加油。对啊，黑师傅好吃，百车那个。不是，那不是我最爱吃的。我最爱吃的是它。你们错了，那个只是一个网红鸡蛋糕。然后我就想说去试试看，但我的真爱是它。红玉满堂鸡蛋糕，我从去年还是前年，然后就开始吃，这才是我的真爱。我昨天为了它，他跟我说机器坏掉，我在那边等15分钟，它才好。它才好吃，都开学一个礼拜，现在应该是还在，应该是怎样？就真的就一家呀、啊。这以前对啊，这很好吃吧？以后直播会在下午还是晚上？下午的样子。鸡蛋糕，红玉满鸡蛋糕，它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去年的真爱。今年也是，但我昨天去买就剩下原味什么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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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在上班不能来，没关系的，谢谢。红玉满赤心鸡蛋糕，但是有那个连锁店，今天没上啊，就是承恩门。北门那个承恩门很可爱，这是我现在不能吃，这是我昨天买的，我昨天就吃两个这样。哎，很好吃，它就是里面 QQ 的。没有，跟你讲，这家是连锁店，真的很好吃。对，很好吃。没有跟你讲，你去红玉买就不会错，反正它是连锁店啊。北车也有，我昨天在信义买的，信义也有。最近松烟也有，就是短期的摆摊那种。很好吃，它还有那个有时候会有可可口味、抹茶口味什么的。说这个云介绍有打折吗？当然没有。北车也有，下次找找。有北车是在诚品地下街那里。拜拜云宁。对，北车在诚品地下街。嗯，看一下，要吃到当股东，我没有吃到当股东过啊，我也希望啦。有路没有啊？啊，就我最喜欢吃的鸡蛋糕店，怎么可以不知道嘞？三月要连续两个礼拜一直去台北哦。为什么？握手会跟公演是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起家鸡。怎么找不到红玉满？红色的红，玉是
那个玉，然后满是满，这是什么？现在已经失宠了吧？我觉得好腻，我最近不吃炸鸡了，好腻哦。对啊，红玉满，对，红玉满。综合喵喵那个，就玉啊，你还找不到？对啊，就玉啊，就一块玉啊，一块玉的玉、啊，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哎、欸，什么词啊？翠玉白菜的玉可以吗？翠玉白菜的玉好像还不错啊。一块玉，对啊。想不到他的词汇，白玉的玉，对，红玉 ，Hello 红，小玉的玉，小丸子。哦，玉米哦，对啦，玉米的玉，对啦，玉米的玉，没错，这是玉米的玉，完全没有想到玉米耶。我要把我刘海夹起来，你是不是觉得很阿脏？火龙果姐姐是谁？我不知道哎，火龙果姐姐是谁？玉米娃娃有补签卡，你知道礼拜六吗？我们萨库拉组去唱歌，很酷欸，去唱歌。还蛮好笑的，他的造型好多，对，他的造型很多，很可爱。每个人都 Apple， 对啊，洛克 ，Hello 洛克。然后我一开始进去，然后我就点了一个眉飞色舞，要跟阿潘一起唱。结果点了之后，人还没到，就是。点了之后太快了，然后还在收钱，然后他说好先切，然后之后点了一次，哈，阿潘去哪？阿潘不见了，阿潘去楼下拿吃的，那好，然后再切，然后后来就没有点到眉飞色舞，讨厌。礼拜六是练习完一起，对，练习完一起去的。都唱谁的？成员年代差距颇大，所以阿潘就这样就坐在那，阿潘就坐在那。他没有在动哎、欸，自己唱就不行，要跟阿潘唱才有 feel。我就是为了阿潘才点眉飞色舞的，结果都没有，没人点台语，我们不会唱台语歌，只有他会唱，对。对，我们没有，我一开始就先点了。TTP 的四首歌，就这样按，就先按了四首歌，然后再来乱练习完，居然还要体力训练，还好啦，没有练很多，主要就是换个队形这样子。跟你们说，你们有发现每一次萨库拉的队形都长不一样吗？虽然说我已经没听过眉飞色舞，有可能哦。你知道我们 reset 每一次，几乎每一次的公演都有改过，就其他组都长一样，就我们每一次都不一样，超难的。
也直接点 TDP 全部的歌，就四首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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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只有一首有我啦 ，Festival， 然后还要找一下 ，Hello 人好，2000年的歌，我没有点什么快乐崇拜啊，三天三夜啊，就那种比较旧的嗨歌。人，对，我们人真的一直变动，真的一直变动，音组感觉很好，只是太吵了，真的太吵了。我那时候就跟阿盘就说，那时候刚进去，然后他们就好吵，他们就一直啊，然后我就这样，我就看阿盘，好吵，真的好吵，好，我的耳朵不行啊。后来，真的是，阿盘就这样，太吵，后来就没事了啦，就偶尔耳朵会痛。有看到乌吼，对，欧尼图在没有啊，欧尼图在没有，只有四首主打歌在上面而已。没人可以比蜘蛛草好吗？你可能可以，你有看过音组的 MC 吗？我们 MC 一直被说很吵，可能可以，下次可以来看一下。我 MC 到底多吵，我们已经尽量已经在改了，就尽量不要，已经在改了。Hello 北极星罗娜杜多瑙杜，谢谢红送的小仓鼠车车。音组谁最吵？音组谁最吵？想想，祖祖啊，也啊。然后雨林是声音很高，然后，有一个一直在争妮佛罗菲兹，谁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听到。谢谢红送小仓鼠车车，吵不吵要看某些人的情况，音组一直都很吵。对啊，是祖祖是话很多，对，最吵没去唱歌。雪莉，我不知道哎，也这么热。有没有跟他说再安静一点点？谢阳光草抢仓鼠车车，谁最安静？谁最安静哦？其实都还好哎，就是吵的特别吵，然后剩下的都差不多这样。非洲，为什么他是从非洲草原来的？长颈鹿吗？是吗？好运来。他说，因为他不能来，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帮我点歌。”我说：“点什么？好运来吗？”各位耳膜正常，有空去。对对对，他真的话很多，很好笑。晨晨不会也很吵吧？晨晨哦，看状况。非洲草原，林一应该很安静。对，林一是安静的。其实我们都算，就吵得特别，也没有哎，因为要吵就是大家一起吵。我也不知道哎，好酷哦！我们音组，就封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人来封，真的封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封都，不管是谁，我们组好像没有一个不会，就是我们组没有一个是不封的，好像哎，对啊，我们封起来都很可怕，
看情况了，看今天是谁吵。有人却一直吃东西吗？还好，我们就叫一个卤味拼盘，然后下午茶就吃，就是他有下午茶特，就是特活动这样子，然后就一人一杯哈根达斯这样子，七月就可以知道。哦，真的吗？哦，对，我是安静组，除非我疯起来，林毅会突然，我们都是会突然就疯掉那种。对，我们都会突然疯掉，然后旁边比如说雨林，就因为雨林的声音很高，然后他就会笑笑的很大声，很分贝很高这样。草组还是风组？哎，这个我不知道哎，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我也不知道哎，我们是比较吵还是比较疯呢？嗯，哎，这个问题很难哎。对耶，你问倒我了。雨林的那种，因为雨林的声音就很高嘛，所以他一笑就是哦，魂穿那个笑声是穿过脑袋的那种。Hello， 健健，你是子弹上膛，我们都是音组的，都是都在那个疯掉的边缘这样。那一按那个点就会，一按到开关就会疯掉。我要把我的菜吃完。我这个菜我吃了两天嘞，我昨天吃不完，今天终于要把它吃完了。音组谁最会搞笑？就是我们会看是谁疯掉，然后我们就笑他这样。因为疯掉的人不一定。穿过脑袋，他会在那个脑袋回荡。雨帘笑声真的会在脑袋中回荡，这种很酷哦。你可以去看他直播，听他的笑声就知道了，你就知道那种回荡的感觉。Hello， 莫涵，谢谢用户名不管是空白送的，我来签到。正常唱还是搞怪的唱吧。我的话，都有。前面要先炒热气氛，就是我来炒热气氛。没事，我都唱 rap。鱼妈形象先啊，真的吗？谢阳光送的 Kiwi， 我忘记是唱哪一首，我忘记我唱哪一首，然后林毅在旁边跳，然后我想想是哪一首，突然忘记了，感觉会带动场，对，我真的是拿麦克风到处走，然后到处带动场，那谁救我啊？还有小琴，小琴很会乱合音。之前我们练校唱的时候也是，他的 TTP Festival 很可怕，小琴唱就乱合音的 TTP Festival。 对，我们小琴也是搞怪唱法。辣台妹哦，有唱辣台妹，几支麦哦？四支手麦，一支立麦，还蛮多麦的其实。我忘记唱哪一首，然后我们又跳那个台客舞，祖祖的歌哦，祖祖没去，感觉知道那种很奇怪的歌，没有啊，还好啊，我唱啊、
不知道谁那个雨林点一首姐姐超烦的谢金燕的姐姐，然后没有人要唱，然后想说既然没有人要唱，那我就上去唱。那都乱点歌，然后都就是看谁要唱就唱这样，然后点很奇怪的，布丁还点小鸡哔哔，但是后来没有唱到了。可是他就点着小鸡哔哔，我想说谁给我点这种东西。真的是乱合音，就是特别低或特别高，然后就很难听。乱点，对啊，都乱点。他说谁要唱，你唱哦。然后那边叫我姐姐，然后很烦。然后就他们说姐姐姐姐，然后阿潘就说姐姐姐，我说不对哦，阿潘你刚刚叫什么？还没有，1652的还点不到，隔壁两间然后太吵，就是被隔壁的被我们这间吵到。1652的歌还，他听说快了，听说快了。很期待有迪迪沃的歌的那天，还敢否认自己是姐姐？但我都叫我姐姐，然后大家就姐姐姐姐，然后其他人就算了嘛。然后结果阿潘，阿潘怎么会叫我姐姐嘞？这样不对哦，好好笑。可是蛮开心的，就因为我们。音组其实蛮爱约吃饭，然后又很爱我们乐团，让我们吃，对，就很爱约吃饭。下个月哦，下个月比赛，比什么赛？直接麦克风丢给他，看他要改成叫我阿姨。去 KTV 有没有点餐？我们就点一个卤味拼盘，就点卤味拼盘，然后下去买。炸物这样，然后就大家一起吃。不是我老歌啊，对啊，所以我还特别点那种什么快乐崇拜啊、三天三夜啊那种比较老的歌，然后就点给我有照顾到、哦、我那时候就因为我是第一个点歌的人，我就先点完 TTP 所有歌之后，我就开始这样一排这样点下来，说哦很棒很棒很棒，点播排好就先不管怎样就先全部点下来就对了。快乐崇拜太快乐崇拜很久了吧？音组转的通常都是谁在揪？这次的 KTV 好像是雨林、阿丽，但是阿丽通常都是提点子，就说哎要不要一起去唱歌，然后每次都不行到的人。阿潘啊，阿潘会唱台语歌，这次是雨林，然后吃饭的话会是小晴他们。然后不然就是很无聊，说哎要不要去吃饭，好啊去吃饭，然后就一群人去吃饭这样。阿丽在山上就，他就会突然说要不要去唱歌，然后他又不能下来，然后我们说哦好啊，那我们去唱歌。每个人都有，玉云的是大艺术家，很好笑，他们一开始就点了一首大艺术家给我唱，你知道什么？因为我每次试镜都去唱大艺术家。真的，我每次有什么活动都去唱大艺术家，但是最近有点生疏了，因为太久没有练。揪心酸，他每次揪都揪心酸的，他已经不止一次了。我记得之前还有一次也是他先揪，然后都不能到。啊，其实是要揪我们上山唱歌是吧？哦哟，好好笑。Hello， 永恒的执念。这是什么？
黄鱼。哎、欸，我决定我要去微波鸡蛋糕来吃一个。顺便给你们看一下那里面长怎样。去微波一个。给你们看一下我最爱的鸡蛋糕长怎么样。寿星不在，陈志伟。我爸上次一去，怎么还没开场？等一下，我给他看看。傲娇，傲娇是什么？是个陈恩门哦，好烫哦！等一下，微波微太久。看看里面，它里面就是很绵密，然后很 Q， 它真的很 Q 弹。发现没有？这是我家客厅。嗯，动一下。蛋糕配什么？配牛奶，成本哪一部分就都一样好吗？成本水你被吃了，它真的很好吃，再给你们吃。嗯，真的是很绵密的。好吃，这家真的很好吃，可惜昨天去买没有可可口味，我喜欢吃它的可可口味，就巧克力口味，很好吃。一口撑，要吃了之后马上喝牛奶。传统的鸡蛋糕喝牛奶更好吃，这家还好，这家单吃就很好吃了。刚不小心吞了一大口进去。对，很扎实，它很扎实。它其实有，很难看。它其实正常的是这种，里面更很扎实的那种，它是硬的哦，你拿起来它是硬的，它非常的扎实，很好吃。对，是丢人会痛的硬，是真的，真的会痛的硬。这个零食能看出零食，鸡蛋糕通常传统一颗大概是40-50，然后这种扎实的，我猜一颗要100，差不多，因为它里面很扎实，应该70-80左右。但刚刚陈安门比较小，所以我猜60-70吧。对，一份只会有一个成本，对，好像是，然后其他都是爱心，然后因为我昨天是机器坏掉，所以他给我很多成本，那我
我昨天在这机器坏掉，所以他给我很多成本。Hello, 雷库啊。我问你们哦，我怎么会想看我穿拉拉嘛？突然，我觉得不错啊，为什么会穿拉拉？好，我就这么决定了。没有啊，当然不会穿玩偶装了。你点了什么破？没有，是跟你讲，我前面有一组客人，然后大概是全家大小。然后就抱着就是鸡蛋糕走，然后他们才刚走之后，他就我是下一位，他就说那个我们机器正在维修，所以可能要等到15分钟左右，然后就好，那我就等，都可以，那我来想想，我来思考一下，啊是乖乖。是合照会，合照会可以拍照哎，那还是合照会穿，好像不错吼。机器坏掉给很多成本，对啊，因为它就是有一个膜坏掉了，所以它就只剩下好像一个爱心的膜，跟一个成恩门的膜，然后它就给了我很多成恩门。合照穿布偶的，没有，我思考一下。我一定要圆我的梦。平常吃饭或外带是愿意耐心等候的类型，什么意思？你说看到很多，我其实就是吃饭的话，我会想先定位，就我会定位。够多久？没有，是会先定位。可是如果是比如说小吃什么的，看我心情，如果我真的很想吃它的话，可是要排一个多小时，我是会排的，但是就看我心情跟看我的时间，还有看我身体状况。因为我昨天就是头很痛，是真的头，因为我昨天其实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没空吃，然后没什么就没有吃，然后一直到下午，反正就4、5点，然后就反正都没有吃东西，然后就想说好，那我就去信义区买晚餐回家吃，然后就去买那个鸡蛋糕，但他说要等15分钟，然后就说哦好吧，等15分钟，那好像我就坐在那边，因为头太痛了，我没办法走路，然后就坐在那边等15分钟，然后我就马上叫车回家。这15分钟还，因为我就真的太想吃鸡蛋糕了。参加活动是我的梦，没有，我的梦想是演一次拉拉。外带告知要等20分钟，哦那可以，那个我可以。都退伍，对啊，我已经退了，没办法。昨天那么忙也没有，就是没有机会吃到饭。有测那个有啊，我是什么？我忘记了，青绿色是不是？我是青绿色。那回家成本都没有，还好还是热的。吃东西的执念，没错。Hello 小易，就是就算头很痛，但还是要吃东西，因为头太痛了。对，青绿色。すごいあの空へ。但是我忘记青绿色，对，我是青绿色。Hello 阿西，嫩芽绿，嫩芽绿是什么？听起来很开朗。其实我觉得青绿色还不错啊，
你这次喜欢看到我是那种青绿也不错开，对啊，但是外表看起来冷冷的，然后亲近之后意外的开朗。他给我按掉。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在看一部美剧吧，叫Little Pretty Things， 好像是 Little Pretty Things， 然后中文名字我忘，玲珑什么？我觉得那部很好看的，在 Netflix 上面看的，很好看。它是在讲一个芭蕾舞蹈学院里面发生的那种勾心斗角的事情，然后就是一开始就是有人去谋杀，就把人推下楼，然后就是展开这个案件的调查，然后这故事就带到芭蕾舞蹈学院里面的那种心机什么什么的，那蛮好看的。现在出一季而已，在等它的第二季，叫 Little Pretty Things。我来看一下 Little， 我来查一下中文叫什么。绿，对，绿色是健康的颜色。哦，不是 Little， 是 Tiny。Tiny pretty things， 对，是 tiny pretty things。 女主角智商还可以吗？我觉得呢，女主角就是有点太冲动了，不过还可以接受，因为 我更喜欢的是女配角，我更喜欢女配角，看剧不到直接，可是他蛮好看的，因为演员长得很好看。跟你讲，女配角超漂亮的，我觉得。只有在讲要看，我之前 Netflix 也是，我是最近又回去看，因为发现，因为我们家是就是全家买的，所以就其实还好，就其他人在看就好了。要去看，那很好看 ，Tiny Pretty Things， 叫做《玲珑心计》。给你们简单介绍，我看看啊。他说内容稍显空洞，但是基本上里面的影评都是，我不知道我看了什么，但是很期待第二集，这样就很好看，就是不知道看了什么，但很好看。通常女配角都比女主角好看，女配角超好看，我超喜欢女配角的，而且她的女配角的个性我比较喜欢，因为就。我觉得比较聪明，女主角有点太冲动了，然后就很 justice 的那种，很正义，就是她就是对，然后就很冲动行事，然后我就比较不喜欢冲哦，对，我觉得心理测验很准，我比较不喜欢冲动的人，所以我对女主角还好，但是女配角很漂亮，然后个性又是我蛮喜欢的。你们可以去查，叫 Tiny Pretty Things。我来稍微介绍一下他的那个，对，就写笨蛋的感觉，也没有到笨蛋，还是我可以接受的那种范围，就有点太热血了。看一下，我来帮你们介绍一下大意。凯西是雅气芭蕾舞学院被公认为最优秀的芭蕾舞者，有凯西在就夺走了一切的光彩，所有人只能仰仗他的光芒而活。没想到一场意外，凯西坠楼摔成植物人，究竟是有人刻意将凯西推下去，还是凯西自己失足坠楼呢？院长为了要转移焦点，大阵仗破格录取了一位芭蕾资历不足却颇有天分的学生纳维亚来代替凯西。纳维亚是女主角，对，然后女主角兴致冲冲的加入学院之后，才发现一切不如自己所想，芭蕾的世界表面光鲜亮丽，
背地却是黑暗重重。他要怎么在这个充满斗争与冲突的世界找出自己的生路呢？就是这样子，这是他的介绍。烂番茄给的分数是 6.5， 其实蛮低的，就是说演员好看，演员漂亮，但是对话够空洞，不够黑暗，悬疑度不足，最后根本懒得找凶手是谁。对，我就懒得找凶手是谁那种，就是他是会让你一集一集看下去的那种，但是你不知道你看了什么。就是好看好看，所以我到底看了什么的那种，还蛮酷的。可是是真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我最近，而且它才十集而已，很快就看完了。而且它的芭蕾舞是真的蛮漂亮的，就很美，就他们每个演员真的都是舞者这样。可是你可以看他们跳芭蕾舞，很漂亮。但是真的是舞者。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影评。嘿嘿嘿，比较没看到。看一下有没有，到底。看一下有没有影片。Tiny Pretty Things， Hello 冰大季风亮惠香，谢谢惠香送的小浪花，原来是偶像剧。Hello 坤坤，也是蛮像的啦。我看一下啊。对，剧情也蛮荒谬的，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搞不懂他们现在到底在干嘛，可是就会一集一集看下去，可能因为还是要有颜值的加成的关系，我也不知道，就会觉得懂听。他这个，我现在在Super Junior歌单巡回这样。每个人看的点不同，欸，可是这是我朋友介绍我去看的，然后他就说，他也是跟我说，就是很好看，一集一集看下去，但是不知道到底看了什么，就跟美国那种影评讲的一模一样，就是你是认真的，你会一集一集看下去，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看了什么，就是很不合逻辑这样。谢谢灿烂刚才送文手礼，谢谢风送梦幻星座。Hello 花真神魔术，谢谢粉圆的分享。阴思路今天有播哦，真的假的？今天有播，我没有看阴思路哎。像之前 Netflix 还有那个西班牙那个精英杀机，好像是。那个也是，就一个人被杀，然后要找出凶手的那种，那种也蛮好看的。现在发生什么树上的梦幻星座，只看脸好看跟跳，欸，他们跳舞真的很好看欸。对，他们跳舞真的很好看。不会吧，这是什么？天哪！换一个很久以前，对，精英杀机不是那个杀机，一定要这么心机。跟你讲，国外的心机片很好看，就是，但是因为国外的心机片就没有那么像宫廷剧那么狗血，但是就蛮，尤其是那种学生的心机片，就是故事背景在高中的那种心机片很好看。Supergirl 没错，我刚吓到，怎么突然 Supergirl？ 我看一下，我又看到一个影评，他说
说真的也没什么好感想的。好好笑，反正就是青少年的勾心斗角，唯利是图的校长企图追上出名武林姐姐，却技差一筹，又想靠教家族势力抢主角的女二，还有为追求舞台梦与母亲闹横江的女三，还有女一是出身不好却有天赋的非裔女孩，还有内斗程度不输女生的男舞者们，差不多就是这样。芭蕉爆的是什么？芭蕉爆的是什么？到底是算好还是不好？以为是本土剧八点档那种，没有没有没有，没那么夸张，就是各种心机啦，但是又没那么不像八点档那么狗血。这是什么？但他的芭蕾舞都流泪心。哎，有人说《黑天鹅》比较好，有人说这部比《黑天鹅》还要好。到底是为什么？那个骨肉，那叫什么？他说为什么？你看一下啊。来查查，听完剧他还是没勾起兴趣，没关系。哦、oh, ，sorry， 傻眼，那竟然是，等一下，说不定他就会自己跑出来。我看一下 ，question， 这好像是另外一部那个芭蕾舞剧，我看各种心机。所以说的那个八九北北哦，好烦哦，好好笑哦。骨肉之躯，我看一下，他们说这部比较好看，或许我可以看一下，我看一下叫什么，也是芭蕾舞者的勾心斗角。我来看看，叫骨肉之躯，看过去惨痛，可是我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校园剧，特别容易勾心斗角，不知道，我觉得蛮好看的耶。可能因为是那种竞争的环境吧，要踩着别人往上爬那种，所以比较容易演出勾心斗角。有比女团爱勾心斗角吗？女团我不知道啊，我们又没有什么勾心斗角。因为我看那一部是，我是觉得蛮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都是靠就是陷害别人，然后让别人可能暂时没办法跳舞什么的，然后主角就一直塌这样。我觉得就是感觉哦，好像很合理耶，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发生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就等于就是后宫甄嬛传的那种感觉。女团版本剧好像没有耶，是不是没有啊？我要看一下黑天鹅演什么。黑天鹅，他们都说黑天鹅是经典，但是我没看过耶，我要看看。
哦，就那一阵子很红的，娜塔莉波曼演的。我看一下啊，舞蹈团需要为同时能饰演天真单纯并且脆弱的白天鹅及黑暗且性感的黑天鹅芭蕾舞者表演者进行选角。什么意思？我有点看不懂，等一下哦。喜欢看这一类戏剧，对，我喜欢看这一类戏剧，自己没本事教害别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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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种，这种最好拍成戏剧啊，黑天鹅拍的美，可能可以去看看。看一下有没有影评，我想看影评，先看完影评再说。影评。看看，那一阵子就很红哎，2010年。学习在前，不是这样说的吧？看一下，嗯，因为我就很喜欢看那种表演，也能继续听，所以 YouTube Premium 享受音乐不受干扰。我看一下，仿佛。非常令人惊艳的一部哦，会需要竟然因此成，学习 ，Hello 柔君周周。我现在在看那个黑天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吗？对，就是灰尘。首先来听听啊，天鹅，好。他不是，他像真的在讲解天鹅湖。我要看黑天鹅，他在讲解天鹅湖。等一下哦，不对哦。啊，这里，集中火力想要呈现关于一位追求完美的舞者在极度压力下身心灵的蜕变。借由想象力与真实梦境的对比混淆，观众也亲身参与了白天鹅到黑天鹅再重返。哦，欸，感觉很好看欸，我还以为原来你有没有就一颗，然后另一颗在这里，可是然后还有一颗在这里，我有三颗，脸上的有三颗。谢谢刘金送的蜡。字什么都真的，好笑啊！灰尘，你感觉很好看呢。好。而且我很喜欢，你知道我电影很喜欢看那种中，就是像是《Little Woman》那种那个时代的背景故事。那叫什么 ？Little Woman 又叫什么来着 ？Little Woman， 去年的电影叫……怎么没有中文？小妇人，对，小妇人的那个年代，那种比较久以前的那种。的背景故事，19世纪那种，然后不然就是像 Emma 是什么年代？看一下，
也是19世纪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那种时代背景，很喜欢呢、欸。我都喜欢看那种蓬蓬裙的电影，蓬蓬裙的电影是吗？对，蓬蓬裙的电影，对，穿蓬蓬裙的年代，没错。阿罗天天，我就是只要看到那个海报上面是那种，比如说18、19世纪的英国或法国，甚至更久，是17、18世纪的英国或法国的电影，我就会都进去看一遍，很喜欢。来刷日子买，看蓬蓬裙的年代，没错。还要戴帽子，拿个洋伞，对，那好贵哦。那种东西都很贵，那种很贵呢。我就等那个 International， 这样算一算，我的资金不太允许。算一下，可是其实19世纪已经没有蓬蓬裙了啦，就是那种长洋装这样子。Hello， 我昨天去诚品书店，然后看到了一个什么，反正就是也是历史书，然后我又站在那边快一个小时，我就把它翻完。我常常我只要进去书店，然后就常常就待在里面就不走了这样。妈妈衣柜没有，妈妈衣柜才不会有这种东西的，如果有的话那就好了。哦，而且你知道演 Emma 的女主角是演那个后裔弃兵的女主角叫什么？也会看书啊、哦，我很常看书哎。演那个后裔弃兵，很漂亮，就是长得很有特色，还蛮漂亮的。我很喜欢他。妈妈只有辣妹装，对。后裔弃兵，就是 Netflix 上面也有。解说很好看，我还没看，我只看了预告，我就觉得就是题材还好，我就没有去看。虽然很喜欢女主角，可是就松烟成品蹲点赌一，松烟你可能在松烟成品赌不到我，不是不爱，我不爱读课内书，可是我很爱读课外书。我可能就是个就讨厌的人。都不读课内书，我都在读课外书，超好笑。他说，我妈就跟我说，你不能花点时间读一点课内书。我就说课内书不好看，课外书比较好看啊。然后他说读课外书，你现在读书你还读什么课外书？我想说，嗯，课外书真的比较好看，后裔弃兵好看，真的吗？好，我可能我再看一下后裔弃兵在演什么。我因为那时候看完预告片，我就没有去看了。看一下剧情分析，网友狂赞 Netflix。课内书你不是就是念来考试用的？
刻画出人最精彩，对不对？对啊，我看一下。欸，他说此生必看，真的假的？因为我就看是下棋的，我就没有想看了。夕阳旗天才少女，这样还可以考的，这礼拜就要去学校，没错，明天我先去上国文课，然后下面上科学。科学到底，跟你讲，它就是厚厚的一本。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之前的书，是这本吗？哦，不是，这是行销。是哪本啊？就是厚厚的一本原文，原文书。然后考试就考那一本这样。很厚一本哦，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把它丢去哪，我可能晚上回来找找。推一个，因为被禁止的书也好看。刚刚是摔，没有，我刚刚把我专辑摔下去，我的专辑们。先找回上学时的感觉吧。其实我上学没什么感觉。因为我就没什么去上学，我都是他今天考试了，哦好，那我就去的那种。也没有被禁止，就是花太多时间看课外书了。因为而且我都看就历史书，然后其实历史书就没什么帮助，可是好看啊。我看一下后一集。女主角小时候，孤儿院，嗯哼。哦，脑袋很好，话很少。一言不合就摔着，没有不小心摔下来。女骑士班尼瓦兹，好吧，好像真的蛮好看的。好，多看课外书很好，对吧？我尽量把我的那什么兴趣移到课内书。我决定，我下定决啊，不要这样讲好了，我试试看这学期认真读书看看，然后到时候再说。我挑战看看。就来挑战这学期好好读书，可能跟你们汇报一下成绩这样子。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我知道。一到课内书馆，你们系课内书就够难的，我也觉得，我根本看不懂，全部都是英文专有名词，我就觉得，全我在看什么天文书吗？还是什么？这学期，因为其实我这学期的那个学分，其实因为最低。不是有最低学分上限，就是下限，有学分下限这样子。然后其实我没有到，所以我就去跟老师说，老师不好意思，可以让我就是试试看，我需要这门课这样子。然后说好，那你带你的 sketchbook 出来，就带 sketchbook，
然后下礼拜要开始上课，然后我说完蛋了，我上学期的 schedule 里面只有一张画，我就觉得我真的完蛋了，所以我这礼拜要开始疯狂画画，你知道吗？我真的不会画画，哎，好烦哦。因为我要一定要凑到十二学分，然后那一门课是三学分，所以我一定要拿到它。我就写 email 跟老师说，老师不好意思，我会努力跟着看。他说好，那我让你试试看，你下礼拜带 sketchbook 来。然后我就完蛋了，我 sketchbook 真的只有一张画，认真的一张画。我就想说我完蛋了，我要去画图了。不用请教了，我自己读应该就可以了，我相信我的脑袋。没有，我相信我的脑袋。这也不是画画，重点是我到底要画什么。他说是就是生活中的那种小东西啊，然后什么拼贴画那种都可以画。问题是我就是一个没有创意的人，就是一个没有创意的人，我根本不知道我画什么，就觉得我完蛋了，我等一下就要开始去画画了，好讨厌。然后就问阿潘，请问可以画什么？阿潘就说，我都画那种动漫的东西哦，就这样。对，也是，阿潘应该都是画动漫的东西，但是我不是，我到底要画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要画什么哎。好可怕哦！可能自画像先画一个，画子龙老师，我说，然后老师看到就说：“这是谁？”哦，这是我老板。什么意思？对啊，聪明一个成员问一个主题，好像可以哦。可是太没创意的，听说也不行。没关系，我试着深深看。画谁？挑十个成员这样画。画蝴蝶，不要，我不要画蝴蝶。好的，我现在念个排行。第十名是 Jenny， 第九名是柔俊，第八名是耳机奖，第七名是杨公公，第六名是。卡库尔在学中文，第五名是阿米，第四名是用户名不能是空白，第三名是艾萨克，第二名是呛辣咖喱，第一名是朱心当。谢谢你们，耶！谢谢。对，下次是礼拜五，对不对？谢谢呛辣咖喱送的再见啥哟，拜拜。谢谢动力学之父的分享，刚刚打错字，什么？你打什么？8888887，阿罗，好好笑，画个部落的啥好像可以呢。谢谢泡泡糖送的小浪花，谢谢森送的小浪花，好的，下次见，拜拜。总经理都好，画各种老板这样。拜拜。手指头有肥大的什么？你不是很瘦吗？服装哪个好看？我喜欢 Reset 的服装，就是 Reset 公演的衣服，很好看的，每一套都很好看。好的，拜拜。3、2、1，拜拜。跟借剧照的话，山水画可能有点困难，就风景画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好了，拜拜。